刘礼豪大宝的爸爸说，这次大宝代表小将，那就是小将又增添了一员虎将，对，所以我们出战2034杯的，从现在开始啊，我不怼黑子了啊，我说刚才说那些已经肺腑之言了，啊，日久见人心，别着急啊，我到这儿现在，你们认为我牢狱之灾，我现在还在坐着，啊，我还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做着对有中国足球青训有帮助的事情，你们干不倒我，你放心，要干早干我了，恨我的人太多了，明白吗？我树敌非常多，但帮我的人同样也很多，所以别着急，好吧，慢慢看，好吧，你们至少比我年轻，你比我活得长，对吧？有一天我没了，你再敲锣打鼓都可以，好吧？啊，黑的事儿咱就放在一边了，你要愿意黑就黑，灰子有一个黑子就给我拉黑一个，今天好吗？我哪怕我这个5000人，我今天晚上都得干黑，好吗？啊，我先说2034杯的事儿啊，中国足球小将呢，这个2034杯呢是要全力出战，啊，因为呢，这样的比赛，对于一个小学6年级的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小将09正是凭借2034杯的夺冠，然后最终呢，这些孩子呢，能够接受了社会的监督，然后相关学校的这种专业的选拔啊，20个孩子进入了清华附中的马约翰体育特长生班。我想呢，可能10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梦想，否则的话他们也不会来北京。那么现在在北京集结的一共有13个中国足球小将的队员，在北京集结的啊，他们分别是门将张一驰啊，然后队员呢包括张林彤，杨荣凯，老大，王家卓、王家月、杨子晨、朱尼奥、程俊汉，这个刘凯元、巨东博，啊，然后是李佑安，李坤一，还有谁？朱尼奥，说啊，他就是10的老大老二啊，还有谁我忘了，还老10有老大老二啊，也是双胞胎，朱尼奥，然后还有李东辰。对，李东辰。那么这些队员，然后呢加上谁呢？加上那大宝说来，那就是刘礼豪啊，上海的010的最优秀的球员刘礼豪，然后呢赵松元是09的，然后加上呢孙晨曦啊，因为这个比赛可以允许有3个09小09的啊，所以这个阵容啊，这个队伍是一个冠军队，你永远不要小看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呢主力的队员呢是参加了去年的2034杯，他们是小一岁征战，在全国总决赛当中是名列第五名，是名列第五名。他们在1/4决赛呢是输给了这个就是栾晨的队伍啊，输给了栾晨的队伍，因为他小一岁。但是他们在整个淘汰赛期间呢，他战胜了上海幸运星、上海上港、深圳，就沈祥福指导督战的深圳09，所以然后他们又在陶都杯呢是击败了恒大啊，然后在这个叫什么什么杯，利浩杯上是击败了鲁能，拿了冠军。所以2034杯这支队伍必然要捍卫自己的荣誉啊，不管最后能不能拿着冠军，但是呢肯定要捍卫自己这个冠军队的这样的一个荣誉啊。所以这支队伍呢在北京呢一共有12-13个队员，在外地呢目前来看就是刘礼豪和孙晨曦这2个人，那也可能呢会有这个石门五小的石卫成，因为石卫成呢之前呢也跟小将在去年打过一些比赛，也在基地呢进行过训练啊，也是一个不错的，也是一个不错的苗子啊。那么这个队伍呢平常呢是乌尔肯来带，我觉得乌尔肯带的还是卓有成效啊，然后孩子们的基本功不错，而且这波孩子他跟09的有一定区别，就是他们的整体意识更强，战术执行力更强
平常的纪律也更好，学习成绩也更好，啊，这是一零。家长呢，相对来讲呢，也是比较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事儿，啊，所以一零呢，我很省心，啊，然后，当然这支队伍呢，可能没有邝兆雷，或者是吕梦阳，那么突出的队员，啊，但是呢，他们每个人呢，都具备着非常。非常鲜明的特点，啊，所以我们不管是有职业队来还是没有职业队来，我们的目标都只有一个，就是夺冠，就是夺冠，就是要拿2034杯的冠军，啊，所以一切都看赛场上见吧，那么这个队呢，有什么特点呢？第一呢，就是他的比赛打的是比较多的，他们曾经去过德国，啊，也跟阿贾克斯、拜仁。萨尔斯堡红牛吧，红牛，然后包括这个不莱梅啊，都打过比赛，法兰克福啊，都打过比赛，所以有一定的比赛经验。另外呢，也参加了去年的2034杯，对他们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另外呢，又拿了这么多冠军，所以他们的信心是有的。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他们平常时不时的会跟小将零九进行对抗。我想全世界的一零也不见得像中国足球小将一零这样能够每天在一块场地上和零九的中国最好的队之一啊进行训练，并且经常有比赛的这个交流的机会啊。我想这一点呢，随着这个比赛的临近，我们也会安排零九作为陪练，来为一零呢进行这个助力啊。我相信我们这一点是别的队伍很难真正的具备的。你比方说周总队伍呢也会跟江苏零九打，但我认为江苏零九在中国足球小将零九面前，他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队啊，相对比较弱的队。所以我觉得从整个队伍的完整性，从队伍的这个备战训练的条件，应该讲呢还是具备着这个一定的基础。然后呢，他里边的一些队员，你比方说门将张一驰，那就是扑点球的这个专家是吧？去年，基本上小将的点球决胜的比赛全都赢了，啊，那么他每一场比赛扑个一两个、两三个点球都是习以为常的事，啊，而且他脚下功夫非常好，他是在三年前被我改成门将的，他原来是踢后卫的，后来我跟他爸说，我说如果一直想要走职业，或者是达到更高的水平，那他就最好是。改位置，他从三年多以前才开始练门将，啊，他以前呢叫小虎，他现在也叫小虎的，就他呢，他在浙江呢是属于一零比较好的队员，但是他踢后卫，我为什么要给他改了呢？是因为我发现他的频率不够快，所以将来呢，在如果是一个场上的队员，这一点呢会很制约他，但是呢，他的身高、身材、反应。然后包括他的脚下基础，啊，包括因为门将嘛，就不用有太强的这种什么类似于速度或者转身，对吧？如果一个队员的转身慢，他只能去踢门将，门将不用转身，就绝少用转身，对不对？对吧？所以他的改，我认为我是，在某种程度上呢，是张一驰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年龄段国内顶级球员行列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如果他当时踢后卫，他现在10%在中国足球小将是踢不上10%，因为他跟李东辰也好，跟这个马冬梅，什么张琳芃或者是巨东博，这些队员来讲，他的身体方面的一些劣势还是很明显的啊。但是所以他爸爸也很感谢我啊，也当初我的这样的一个果断的一个决定，他爸爸也信任我，因为一般的孩子不愿意守门，啊，都觉得踢多威风啊，但是而且他练的也比较苦，啊，所以，前一阵子呢，他是接受了清华附中的这个韩国教练团队的考察，他代表附中的高中去打初中。就是为了考察他，
就让他呢替高中守门，就是他队友都是高中的，然后和初中的进行比赛。然后呢他那场比赛因为高中毕竟实力强嘛，但是他也救了一个单刀，救了一个单刀，然后又有两次这个出击，然后同时长传间接助攻。所以这一下这韩国教练就认为这个孩子可以。啊，所以他就现在就等待着附中最后的这个专业的测试。啊，但是那一场比赛就是因为韩国团队先负责筛选嘛，我们是没有话语权的。啊，就是你别认为我是小将的创始人，他们每天跟我练，我没有话语权。就我在哪个孩子最后能不能够进这个清华附中这个问题上，我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测试都是我是回避的，啊，因为这个，因为他可能牵扯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嘛。其实我就说嘛，我们是全中国最公开的一个招生，因为我们所有的孩子每天都能看到，所有的比赛都直播，每一个孩子你要真关心他，你都能查到他打了什么比赛，在比赛当中到底表现如何，而不是说像有些你要恒大足校，人家关起门来自己测的，鲁能也是，你看过鲁能测试吗？你没看过。你看过复利选拔吗？你没看过。你知道这些队员以前怎么踢的吗？你不知道。但是小将不一样，小将是全中国最公开透明的一个青训模式，就理论上这是最科学和最公平的一个人才选拔。但即便如此呢，这可能因为毕竟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人心隔肚皮吧，啊，他总得有一些流程。所以我们呢就是每天都带，现在小将1009都是我们在带，我们没有任何，几乎没有任何资金支持，只有场地，剩下的全都我们自己负担。而我们居然没有跟任何一个孩子有合约，就这一点明白中国青训的人都得从心底里面说一句董路牛逼。我们投入这么大人力物力情感财力，三四年的陪伴，最后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合约，就这么牛逼，明白了吗？就这一点都别吹，你不服我的青训机构，你告诉我你这么干你敢不签约吗？你不敢，因为你还要挣钱，对吗？我敢，我不怕。人家说你们赶紧买，你我悬赏了几百万，给我拿出来。我董路乐博跟任何一个孩子有什么经济约，有什么这个要走了得给我赔偿，拿去。那么家长，我们家长都有自媒体号，去问去，你问出来我给你，行吗？对吧？但是我能理解很多机构跟孩子签约，我能理解，因为他们没，不像我呀，对吧？我不干青训我也活得很滋啊，我不收钱我也能挣啊。但人家你要不收钱就死了，对吧？但是其实我这么做呢也不是不行，但是我就为了堵别人嘴嘛，有时候就是争这一口气嘛，其实可能最后损失都是自己，但是也无所谓，真的无所谓。所以我觉得呢，10这个队呢就是要拿冠军，啊，不管是你有谁，你是职业梯队来，我也要努力的去争冠军。你是说哪谁憋着干小将的，憋着干小将的多了，对吧？咱们就球场而见呗，对吧？包括周总，平常是朋友，他也憋着干我都知道，包括祥福，啊，沈指导。那都去年输了小将，他今年沈祥福那教练我太了解他了，他是属于有仇必报的人，有仇必报。
所以他这一年真的很辛苦。沈指导，他跟我一样，我也是有仇必报的人，有仇必报，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态度。当然不是，但我们不玩恶的，我们不玩阴的，我们就是说你把我赢了，我下次我就干你。中国足球需要这样，但是不需要那种你又干不动我，你还天天在那他妈说风凉话，我就烦这人。有一帮大傻子，包括一些你要是职业梯队，你要是个汪强什么的，你要瞧不起小将，我还能理解。有一帮基层的青训的，什么他妈什么江苏凯撒什么这样的，还是什么这个那个的，就这些里边的一些教练，你们也配？我说纳闷了，就你们也配？真的。你们踏踏实实赶紧的培养点孩子挣点钱完了，你们还没事老动不动这个那哥还都你呀、啊、还你们也配？你们见过拉玛西亚吗？你们见过皇马吗？你们打过吗？你们呢有文化吗？啊，凯盛不是凯撒，对不起啊，凯撒是那个叫什么，是那个人家没凯撒是朋友，凯盛啊，某个教练，对吧？动不动在九宫格里跟着一块哄，你也配？就说句老实话，你也配，是吧？凯撒是友军，凯撒呢，他江苏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南京凯撒俱乐部，是由蒋指导蒋宇龙先生啊和他的朋友们建立的俱乐部，将南京凯撒。汪强没问题，我就举例子啊。汪强我们沟通的非常好，汪强我就讲说呀，我说如果是职业梯队的教练，你还能说点什么？还有点，就是我就觉得就有一些基层的，你们拿个 D 证或者 C 证的，我就你那个我都不用考，我都是起 B 起，你别老这你这差不多就得了，你明白吗？踏踏实实把足球小将当朋友，我们也会尽最大努力来帮你们，你说呢？是不是？你看，跟足小将关系好的都起来了。你看那个栾晨要不是说参加2034杯，栾晨就是一黑子。他参加了2034杯，他才明白哦，原来董路乐波在做一件什么事儿。他参加了2034杯，他的西班牙竞技，因为这个比赛的宣传推广，他成绩也不错。他一下起来了，他因此他受到了多大的关注，他赢得了多少，他以前哪有那么多粉丝啊，对吧？你看那河南星途，人家一直支持我们，你看星途现在也蒸蒸日上，对吧？你琢磨吗？是不是这道理？对吗？你看新疆的库尔勒那个铁克旗小学，我们大力宣传之后，你看看得到了很多人，马上人表彰，打完2034杯到上海溜了一圈，一块旅游去了，有相关部门给买单。然后今年新疆一看铁克旗小学一下火了，从去年的三个队到十二个队，要不然都十六个队，伊犁的和那个什么和那个什么就来不了嘛，南疆的咱来不了，你琢磨琢磨，你说呢？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不就是我们干得好点吗？你得接受这个世界上有人比你牛逼，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人比你有格局，是因为有人比你付出了更多的辛苦，是因为有人比你更有利他的精神，你得接受这些。你别动不动你这小喽啰一个野鸡没名的，你也站起来说两句，你歇了吧，你能挣点钱就不错了，一月给你个八千一万的，你带点孩子完了。好吗？别闹了，行吗？那职业梯队的人家都没说什么呢，人家这都躲，见着小将都躲着走，这你这还没事往前冲，你说，你怎么跟你聊呢？你说，说是不是？还有石门五小，你看石门五小，这鸟枪换炮，原来得摸黑点蜡烛练，恨不得，现在叭叭有人给赞助灯光，完了有那个相关部门给予表彰，给予资金的扶持。谢指导，谢波练的这风生水起，对吧？然后这些孩子将来都能在这个石门那个，这个能够有好的中学，对吧？然后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这都是我们的朋友。那相反，那些没事这样那哥的，你说最后那俱乐部都没了都快，何必呢？你说对不对？因为他们懂，就真正明事理的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人家别的什么都不用问，人说他董路没跟孩子签约，就这一点就够了，还用别的吗？还用别的吗？你觉得还用说别的吗？都不用提我们都赢了四五年，你就提这一点就明白了。你带你孩子去踢踢，去到俱乐部北京、上海哪儿，你去踢踢。俱乐部，你看你挑进了精英班，跟不跟你签约？哎，跟不跟你有协议？你自己去听一听，好吧？是不是？所以我想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呢，因为能力大，责任大。我呢，不是说比这些基层教练有多大的能力，但是我确确实实是具备一定的影响。我要没有我自己的影响力，我也干不起小将；我要没有我的这样的一个自媒体的影响力，我也干不起2034杯。但是因为你拥有了这个条件，你就得去努力的去做，你得为自己、为你的小将的孩子，也能够为更多的孩子去做点什么。这是一份责任，因为你，因为除了你，也没人愿意干呢。你琢磨琢磨，比我有名的是有，比我有钱的有。比我影响力大的人有，没人干吗？剩下干的他没有在这方面，他没法跟我比啊，那我就只能我冲出来呗。你想想，就这个圈子里边比我有名的也有啊，比我有钱的也有啊，比我有影响力的也有啊，比我看上去他妈热爱足球的也有啊，天天没事儿什么，你一到世界杯就出来开始评球的也有啊。他们干吗？他们不干。他们为什么不干呢？那我哪知道啊？你问他们去呗。对吧？有好处能不干吗？对不对？你仔细想想。所以你们分析，你们得看，就这个人，你甭管我说什么，你看我做了什么，他为什么做了，而别人为什么没做，你得琢磨这件事儿。所以就证明了这件事儿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也因为有时候费力不讨好，也看不见你能挣了多少钱。我真的我挺感谢疫情的，如果没有疫情，我的很多收入还得下降，因为没有疫情就得出去比赛，出去比赛你就解说不了，你就参加不了什么节目，对吗？那一场那钱你就挣不着，因为你人都不在，他怎么你怎么能挣着钱呢？所以没有疫情就好了，我天天在北京待，哎，该解说解说，该周末什么的，该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对吗？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中国就是有影响力的人，如果你真爱足球，你也能一块干，这个事儿其实并不难，并不难。你看一个2034杯，我在后方，然后我的把我的所有的资源都充公，然后。班尼带着小分队在前面三个人，然后在社会的一些公益组织的配合之下，再有一些网友的全力的支持之下，2034杯20多个赛区，几百场比赛，几千个孩子就打了，没有多难。我们没有尚方宝剑，我们也没有强大的资金的支持，我们也没有什么资源，这认识这个认识那个，没有，我们只有就是想把这件事儿做出的这个决心和信心，车到山前，然后大家一起弄。你也知道我们跟你说什么，海淀区足协都不搭理我们，你更别说这对吧，旭园那儿或者小军儿那儿，那根本就不搭理我们。我们来北京3年半了，你见着这这有人来吗？没有人来，没人管你，人家觉得你将来你这你弄不出来就还得都得找我来，对吗？
或者是别人瞎胡闹，直到我们锦标赛今年1月3号锦标赛决赛打国安，全北京市搞青训的全来了，我们帮帮帮3-0，一半主力打完之后这才明白，哦，是有点厉害啊，以前都不信什么拉玛西亚，他认为你打拉玛西亚打的都兴趣班，他认为你出国得冠军都是因为人家社区社区队，你们是全国选材，所以你看我们足小将刚成立的时候没有人瞧得起，我们刚成立足小将扯起大旗，在上海打完，然后打成都，然后在上海打完吧，然后当时有一个深圳的家长群，深圳家长群说看了小将这比赛，当时有一个群里边一个网友给我发来了就是他们聊天的记录，其中有一个家长说就这水平深圳前十名随便拿这个队就能干的。然后我们去了成都，去成都魏群摇下在现场，就是就这么看，为什么人家不会瞧得起你，你一个记者对吧，你带着队你过来，你这那哥的你还想干嘛呀，你就这么看对吧。然后我们挑战那个队呢，那个教练是一个国家五人制队的，那小配合打得真好，花样年华，2-0领先，我们完了2-0领先，人家准备上替补了，上替补，结果被我们邦邦搬俩，完了再把主力换上来，邦邦又进俩，反败为胜，就这样，对吧？完了去南京，打南京之前我都含糊，我说可能被南京鼓楼的给我打死，因为之前的我在优酷上找了一个是家长手机拍的恒大杯的南京鼓楼击败恒大拿冠军。完了我一看孔令荣鲍瑞阳，这当时在我眼里都是球星，真的在我眼里都是球星啊，我就觉得这波孩子踢太好了，今天刚给我干儿子孔令荣过完生日，那我干儿子以前在我眼里是球星，真的我觉得我有一天有这样的队员我们足小将得多厉害呀。然后我去南京，幸亏那次有谁呢，邝兆雷来了，秘密武器邝兆雷横空出世，邝兆雷出乎了这个南京鼓楼蒋指导的意料。你看我们去南京鼓楼的时候，蒋指导我第一眼我一看，我这哪是足教练的，这是模特啊，穿一双绣花鞋，光脚穿一皮鞋，皮鞋上有花，完了小西服小衫儿，人家过来就是玩儿，就是帅，特别帅。我们一糟老头子，我过去了。那天我就本来就觉得就完了，就是足小将到这儿就死了，因为你要被南京鼓楼给你摁弄你个4-5，你还有脸叫中国足小将吗？你还有脸去全国打吗？没脸了。所以我当时已经写好了这个告球迷书，就是说我们小将经历了这个上海站、成都站，因为当时正好没赞助嘛，然后在南京站我们认识到了和南京鼓楼国内最先进的这个水平的差距，我们觉得呢这个项目呢纯属扯王八犊子拉裤兜子，所以呢我们就索性啊就算了，解散，哎，足小将也就不叫不办了，我们还是致力于国内的青少年的赛事就完了，我就写好了。那天南京那场地也漂亮，小诺坎普一样啊，去了1200人呜嗷一喊，结果没想到呢我们赢了，6-1赢了，真的我都不敢相信我的耳朵眼睛鼻子嘴都不相信，当然那谁也不相信，蒋宇龙也不相信，蒋宇龙是好像后来蒋宇龙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练，但他可能有点大意了当时，然后呢他是比完赛之后好像有一个月不敢看这场比赛的录像，不敢，就他后来说的啊。然后呢非常让我感动的是什么，你看我们赢了南京鼓楼，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这个鼓楼的这个失败也挺惨烈的，
但是呢，当我们接下来要去杭州，就一个月以后要打杭州，打华夏幸福零八，我就试探着让班尼，因为我岁数大，我怕被年轻人拒绝，我很难堪，所以我就让班尼试着去找一下张雨龙，说你看能不能够把鲍瑞阳借给我们，因为我当时是想让孔刘荣和鲍瑞阳，但我不敢提俩，我说你这一个你都人就不见得借你，你还提俩的，后来我一想呢，用大鲍吧，因为大鲍身体大，我觉得要打零八的大一岁的得有点身体的，所以呢，我就让班尼去跟蒋雨龙蒋教练，就是怯生生的说：“你看蒋教练，你看最近挺好的吗？从失败的阴影当中走出来了吗？也重新开始相信自己了吧？好，你看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呢下礼拜呢要打这个华夏幸福。”零八，我们这队是实力不行，啊，虽然赢你们赢得多，但也是运气好。您看能不能够把你们队的鲍瑞阳借我们试一试，可不可以？我们负担所有差旅，包括家长，啊，然后也会给孩子买点什么像纪念品什么的，球衣不用管，我们管，水都我们来，你看行不行？人家蒋雨龙二话没说，直接说的是。那你们为什么五号也很好？那不是五号是鲍瑞阳，九号为什么董老师不要九号呢？孔令荣为什么不要呢？完了，班尼说，班尼就懵了。我们以为就借一个鲍瑞阳，就不会给我们。我们人就完了，蒋雨龙主动说，这孔令荣也很好啊。完了，班尼给我打电话，我说那你当然好了，快。别让他反悔，别问他麻不麻烦，别问，赶紧说好，就这样。孔令荣、鲍瑞阳就加入了小将。我们的队伍就是这样的，打上海，赢了上海，新运星兰布达卡住了，到四川赢了四川，本来有一小孩踢得特别好，我们说希望他调小将，后来一直没来。后来我才明白，他没法来，他一来一公开一看年龄应该不对。那小孩是零八的啊，所以他没法来。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打完了，打华夏幸福。华夏幸福当时呢零八的没门将。完了，要那个零七的，那孩子当时就一米七，当时就一米七。你想，我们那时候小毛崽儿都是一米四几，那小这全小豆子，但是3-2赢了，赢了华夏幸福，这是杭州站，然后去广州站，第一次踢11人制吧，啊8人制，啊不是，杭州是就打8人制了，杭州，南京还是5人制。到了杭州踢了8人制，然后到了广州又踢8人制，然后开始被什么 GK 老虎08的给虐，3-5还多少，反正后来广州后来又跟富力有一次打富力，打得太狠了，就这样，广州是8人，对，广州8人，所以我们就队伍就这么就起来了，就一点点就起来了，然后。到了18年的，这是17年，对吧？到了这是17年，然后到了18年的1月呢，我们就打南粤杯去了。我们就打南粤杯，南粤杯就所谓的恒大足校的比赛。我们当时报的是08组，我们报的是08组。然后恒大的豺狼虎豹呢，都是09组，就等于说我们一直没有遇到恒大的同龄的队伍。因为我们打的是高级别的队，然后就遇到什么恒大的08的2队、3队、4队、5队，好像是还有7队，还是6队，反正我们除了他第一个队没打，就是他的08的狼没打，然后剩下的我们是赢了2队，输了3队，
然后赢，好像是赢了四队输了五队，还是赢了五队输了四队，反正最后是平手，就大概行，就是两胜一平两负，跟恒大的大一岁的队是打的这个，很遗憾，因为那个时候队伍还不是很整齐，你想黄子杰是临阵才调，就是才加入的，黄子杰等于当时黄子杰去考复利没考上嘛，然后被我们给接收了，现在黄子杰不得了，真的，你要说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要说就从国字号的某个教练的眼光来看，那左小将现在最出色的队员是黄子杰。他那天跟人大附中就踢了十分钟，但就这十分钟，这教练说那这个队员不得了，黄子杰。就当初呢是被富力没看上的。那这个队员就是那我接下来我再聊一聊啊，就是说实际上是这样啊，就是说在我眼里呢，有的孩子呢是能够判断出来的，就是我能够很清晰的看到他的未来。有的孩子呢不好说，就有的孩子有可能会是更高的一个上限，但也可能会是更低的下限，因为孩子跟孩子不一样。这个足球比赛呢，他一定这场上一定是需要这么几类的队员。第一类一定需要一个中场指挥官，就这种人一定得有。第二一个呢，定海神针似的中卫，这肯定得有。上下翻飞的边卫，这肯定得有。然后一个能得分的有身材的中锋，对吧？然后一定得有什么呢，就各方面的能力都很均衡的，而且以身体斗志精神啊拼劲儿胆量，这队员一定得有。你不能说四个五个，但一定得有一个两个。所以呢，你知道什么最好最容易判断吗？就是这类队员是最容易看清楚的。就这类队员是最容易看清楚的。哪一类呢？就这个孩子从小拥有着充沛的体能，相对均衡的这个身体，我所谓的均衡，身体和技术均衡，传接带射，踩拉拨扣，然后呢传也可以，突也可以，防也可以，攻防比较均衡，就是他不会是瘸腿。另外一个呢，他斗志有斗志，就是不怕死，敢干，然后身体又能跟上，这样的队员，其实我告诉你，是最容易发现的，就最好定，就最容易定，就这个队员一定能踢出来。但是也可能他踢的上限不是很高，他可能会是，也可能牛逼了是坎特，不牛逼呢就有可能是奥利耶也行啊，你明白吗？奥利耶可能不算什么特别好的什么中卫，或者是边后卫，但是有的时候你得需要这个，你得需要这样的一个人，你知道吗？就任何队伍都需要这样的人，所以呢，这样的孩子是最早容易定的，因为他也不跟身高没关系。说你踢中场，你说坎特这么高可以，布斯克茨快1.9米也行，明白了吗？就是这个位置他不怕矮，球场上不怕矮的位置，边后卫不怎么怕矮，还有就是中场防守型的人不要怕矮，不怕矮，个要1.75米够足够了，1.75米、1.76米就够，对吧？你要边后卫有个1.7米出头，常有右都不踢挺好吗？阿尔巴不是踢挺棒的吗？对吗？是不是这意思？对不对？那坎特也能防，是吧？那中场呢？那个，就类似于这种防守型的中场。所以这个队员是最好
最容易识别的，是这个。另外一个呢，门将容易识别。门将只要有身高，因为门将这个位置它跟别的位置不一样，门将是专项技术，它基本上是专项技术，就这个人守门有天赋，他不会因为他在这个队守他妈没天赋了，到那个队守一下发挥很好了，不会。那库尔图瓦在哪儿，他都是库尔图瓦，他不会说在这儿他库尔图瓦，在那边库尔拉瓦不会。但是如果你是踢一个中场或者前锋，有可能你在这儿你是大腿，在那边你就是小腿了，知道吗？所以门将容易看，只要他有身高，然后接下来你就看他现在基础的东西，爆发力啊，反应啊，然后灵敏啊，然后发起进攻啊，这个识别啊，这能力啊，脚下呀、啊、等等这些东西，基本上这个门将好与不好13岁15岁就能看出来。他不可能说你这个门将在13特别臭，完了突然间有一天你成为特好的门将了，不太可能，不是很可能。因为这个技术，那你不可能说你现在不会将来你会了，因为所有的比赛你是到了12、13，他的所有的技术运用扑救的方式方法跟成人没有什么区别，包括判断落点出击，对不对？脚下其实他跟成人的基础的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对吧？他不像这个其他的这个场这个位置，他可能跟对手跟比赛节奏他关联比较大。这个位置哪怕因为你门将有时候你就自己嘛，咣一脚射门，你现在能飞起来，你将来能飞不起来吗？不可能啊。你现在飞不起来，有可能将来你就飞不起来，是吧？所以黄子杰他就属于这样的队员。你要现在问我说足球小将哪个能踢出来，就必须就是敢赌，那么我赌黄子杰。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他没有什么短板。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制约孩子一个职业生涯的，他包括什么呢？你身体不行，他身体可以；头脑不行，他头脑也行；性格不行，他性格很好；胆量不行，精神属性不行，他不错；执行力不行，他有；技术他也不错，速度也可以，耐力也行。那你说还有什么呢？就没啊，就没有别的了，他都具备啊。他有的孩子呢，可能他具备的一个未来身高到底有多高，不好说。因为还有一个，这孩子性格到底能不能适合，就是他的这种精神属性到底够不够。另外一个，身体爆发力、速度、耐力、灵活、灵敏，这些东西到底行不行，这个东西你都有很多问号，对吧？那么我说黄子杰不代表着说只有一个黄子杰，我说黄子杰也不代表着未来是不是黄子杰就能够成为，就在这个小将里边他能够就是达到最高的上，这不好说。我只是说就是你现在让我看13岁我就看的是这个，那很遗憾，就是不是很遗憾，就是很就是怎么说呢，那么至少我的眼光和国字号的这教练的眼光是一样的，是一样的。他也说的是黄子杰。那有的朋友说，那小块呢，老二呢，小赵呢，吴王呢，这些呢，这些他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是他们将来有可能比黄子杰也更优秀，都有可能。但是你要说现在你要让他说，那他不好说。因为有的是身高的限制，有的是速度，有的是身体，对吧？有的可能是性格、胆量，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确定的，都是不确定的。就是他们将来有还是没有是不好说的。有些东西你具备了，你13岁具备的，你23岁你是可以具备的，但你不见得一定具备，但是你一定可以具备。你比方说你13岁的时候你就有一颗善良的心，不代表着你23一定善良，但是你记着，如果你想善良，你13善良，你23、33、53都是善良的，你明白吗？就是有一些品质
你要是在小的时候你体现出来了，其实你是可以具备一辈子的，只不过由于世俗或者是生活的某一种改变让你磨灭了。但是有的你十三没有，你一辈子都没有。你十三有的你是可以一辈子有，但也不见得一辈子有。但是你十三没有的很多东西一辈子都没有，就这样，你能理解吗？你自己想一想。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只能引导的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去改变，但是你根本不可能让它对就蜕变，就你不可能说一个内向的人最后变成一个外向的人，是不可能的，除非是精神病就得病了。可以，一般来讲你只能引导。你看李克尔梅小时候就闷闷的，他长大他也闷闷的，梅西小时候不怎么说话，所以他长大了他也不怎么说话。那 C 罗小时候可能就五五轩轩，所以现在长大了也可以。那可能小罗小时候就是开心果，他长大了他也玩夜店，这东西就是有时候是本性。那坎特到现在他也可能比赛也一句话不说，因为你不可能改变他，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但是有可能会有某一种引导的方式，就让他能够，但是你很难说一定能改。你看坎特，你对，你看王大雷，王大雷小时候拍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你看那个要喝芬达那个感觉和现在是一样的，本性难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有的人呢是可以激发出来是什么，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假象，比如说这个孩子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边，他要隐藏自己。那最开始好多，你看小将有一些孩子，你比方说刚来的时候嘛，你感觉好像特别乖，乖宝宝。等他过了他妈八九个月，我一看不对，为什么呢？凡人们惹事儿都有他，一下起来了，你明白吗？就是狐狸尾巴，尾巴没夹住，就刚来的时候，哎，出到贵宝地，哎，老老实实，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但你会觉得，哎，这孩子怎么？闷闷的，怎么闷闷的呢？等过一段时间，哇，好，哎，这上课说话有他，上课吃东西有他，跑步妈不认真跑有他，是逗他。哎，我就有一天我跟有一孩子我就说了，我说哎呀，我说你要是起范儿了，我觉得你原来挺老实的呀，好家伙你把我给骗了呀。就这个，你们别猜是谁，我说的还不止一个。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孩子。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昨天晚上我在车上分析这个穆里尼奥那篇文章，他最后明白了，就你得跟队员共情，就教育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光有制度没有用，就是你有法律他就不犯法了吗？不可能。归结还得是通过教育让他意识到人应该真正做什么，而不是说你弄这么着我弄死你啊，要杀人我就毙你，不行，这不行，这你永远都会有这样的人。所以真正的教育一定是你要发现他，然后你跟他沟通，然后你跟他讲，让他心里边觉得应该怎么去做，而不是说你再这么着我停训你，或者是没有用，这帮小没有用，他知道你也开除不了我，反正我学生，哎，你把我弄到北京来了，我就进了学校了，不可能开除我，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事儿啊，我也没有杀人放火，我也没有什么出去干嘛去，我就是调皮捣蛋嘛，不就是？你能把我怎么着？哎，你让我跑，你要怎么着？没有用，你得跟他讲。真的，有时候我说你看你爸你妈弄你容易吗？你们家都指着你，你知道吗？啊，你说你现在这么好条件，你不好好练，你对得起谁呀？你得好好练，你练来将来给你爸你妈，对不对？你让他们这老有所依，对不对？你将来能踢到欧洲，对吧？你挣点马克没有了，挣点那个法郎，不是欧元，回来给你爸妈弄个套房子，不好吗？不香吗？你说你天天就这么闹，有什么意思吗？你觉得有什么意思吗？招猫递狗的有什么用吗？真有意思吗？能让你是怎么着？踢球踢得好了，还是学习学得好了，还是做人做得好了？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什么有意义呢？
五年以后的事儿，你现在今天做的事儿是为五年以后能够让你过得更好，这才叫有意义。你今天你没事，你惹这个弄这个，对你五年以后有好处吗？你对你现在都没好处。好，行，走吧。你就得跟他这么着。那怎么办？没有办法。你别以为小将孩子都好管，不好管。这半大小子，我去，有时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而且不同的家庭文化，不同的家庭的这个教育，很多都，但是很正常，就没有出格的。现在他不敢出格，他有时候有点犯点小错误。我一想，我十二三叔，我还组织我们一块人去探险去呢，差点死了在外面，那惹多大事儿啊？对吧？我初二的时候，我跟着16个，我组织我们班16个人去下地道人防工程探险去，走出去4-5公里，最后掉到翻板里边，就差点淹死。6个人掉水里边，我是踩着2个人上来的。没有，这么意思啊，这就属于就表演了啊，脱口秀。对吧？所以大体上小将的孩子呢，还就是没有什么太顽劣的，就他有可能有时候就管不住自己，活跃嘛，对吧？荷尔蒙，对吧？又发育期间，他有劲没处使，他有时候就闹，就有点闹，对吧？但是呢，总体来讲呢，他们还是，是在可控范围之内。而且呢，就是家长呢，现在也能够协助我们，帮着孩子进步，跟我们想法都比较一致，对吧？不管是这个教育啊，还是训练呐、啊、等等。当然，有的呢，你比方说，他有的家长他可能会认为，比如说我这个阶段我孩子我练这个更好，哎，我们都允许，我们是一个其实很人性的平台，对吧？你看，你比方说现在我们说一块活动，因为不是训练嘛，那理论上应该所有队员都应该在一块，对吧？但是有的呢，他就是爸爸带着2-3个自己去练去，我们允许，因为一个是他可能家长具备这个专业能力，另外一个呢，我们要允许，就是因为儿子是他们的。虽然说这种事情在职业梯队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更多的就是商量着来，我们既考虑到这个家长的诉求，也考虑到孩子实际情况，我们没有那种真的，就是其实我们跟职业队差太远了，真的，我们从人员的配置、资金的支持，然后这种规范程度真的差很远，差得非常远，我们跟广寒那儿就差，人家广寒的孩子比完赛之后，咔一卸场，卸鞠躬鞠15秒，恨不得。我们这人，你好，谢谢教练，谢谢教练，谢谢老公，完了，就这样。但你说你要一定要求他吧，我觉得也没有，就算了。有时候那包摆在那儿，你看日本的小孩，包括那个河南星图的，人家摆的齐刷刷的，我们那儿妈一去，妈这儿东一边边。但是呢，我总觉得嘛，这个事儿吧，有时候呢，我也想管。后来我觉得呢，这些东西吧，可能它不是说太主要的东西。但是后来我就，我等我们后来我有一天我也急了，就是有时候训练结束啊，理论上是应该所有孩子都去搬球门啊，拿器材呀，收器材。但是我们呢，有可能。除了老大，个别时候，就是还有个别时候有一两个人，剩下的，一说解散，太好了，回去喝水，就先过去喝水。只有老大，哎，去奔着球门去啊，去捡东西啊，买东西。所以老大很快我就会任命他为中国足球小将09队的队长，老大。因为他现在已经打上主力了，主力前腰，老大。那
你说这些东西其实差得很远，真的差得很远。所以你说小将呢，确实孩子都可能是有的孩子确实很优秀，但是实话说呢，就是我觉得我们由于呢这个体教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呢，其实还是缺少一些真正的约束，真正的约束。因为没办法，因为你看我们要打破原来的三集中，所以呢家长也来北京，等于说白天接受学校教育，训练接受教练教育，晚上接受家长教育，其实他不是很统一，真的，就他听到的东西，就接收的信息，可能最多有可能是三种，有可能是两种，他在平常，他要再接触点社会，就有可能有第四种，所以这其实呢，对孩子整体的成长，因为他是专业人员，他不是普通孩子，普通孩子无所谓，普通的disco就普通的摇就可以了，但他们是运动员，就他们是培养人，就是目标是尖端的专业人员，所以他们的生活是不应该跟普通人一样的，就理论上，因为极端人要用极端办法，知道吧？就在某种程度上，那国外呢？他为什么好呢？国外也跟家住，或者他国外在社会上接收的东西是一样的。什么是足球？足球是为什么？牺牲、努力、团队、拼搏、残酷、竞争、热爱、信仰，这东西社会就给他了。在学校的教育呢，他也形成了一个自身的一个模式，对不对？同学之间，他社会比较固化嘛。回到家里边，家长会给孩子正确的引导，因为家长以前就踢过球，所以他知道孩子应该服从教练，应该有牺牲精神，应该有纪律，应该有梦想，应该有足够的这个志向等等，所以他所接收的东西是相对一致的，是劲儿往一块使的。那么我们这个环境里边所接收的东西呢，第一，足球就混乱的，所以你是海参呢，还是白斩鸡，保护性接应，还是什么，这东西就乱的，就社会上都是乱的，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足球是什么，我们没有足球文化，也没有足球传统，你根本社会是不可能给孩子正确的足球教育的。好了，家长呢，家长这事儿就更复杂，在我们这儿家长是最复杂的，所以这个徐根宝徐指导才说过，选孩子是选家长，因为我们这个家长呢也是林林总总，各行各业，对足球了解的不了解的，了解的还是很有自以为是的，不了解的呢可能还会胡说八道的，也有的像辉子这样的一句话不说的，从来不跟自己儿子说任何一个足球的事儿。但也有的家长天天跟孩子说你应该这么跑，这球你应该这样的，也有，就我们这极端，明白吗？有的家长就是辉子，他儿子在这踢球，他在这他妈刷手机，他儿子踢球他不干。那有的家长拿望远镜在山坡上，可能烈日暴晒，蚊虫叮咬也得看。所以不同的家长，不同的这个关注。但是你看这个，你关注的可能表发展的不错，你不关注的刘凯源也不错呀，这马上就去这个一线西甲了吗？是吧？是不是？对吗？所以我们在这儿，在学校里面，老师呢也不懂足球，对吧？老师给孩子传递的东西，教育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学校学生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对于体育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针对性，这东西也说不清。所以中国青训是最难的，中国青训只有挣钱是容易的，就是开个班收个费，这是最容易的，但是要搞好是最难的，因为难度非常大。就是你的土壤也不合适，然后呢这化肥也不对，这种子呢还半饱和呢，完了一会儿又遇到点雹灾，完了再来点日晒旱灾，就是说你要想让这片地能出点东西是非常难的。按说中国人做事儿其实不至于这么差，我们要你说我们做什么事儿都做差了呢，你想想。但是只有足球这事儿做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跟教育有关系，跟社会文化有关系，跟历史文化传统有关系，它比较复杂。它要是个简单的事儿，跳水、乒乓球、举重，什么
自由式什么滑雪，那就简单，那这没问题，没问题。那东西，这你就找个人，完给钱练，到美国，到澳大利亚，到哪儿就练完了，练好了，找个人苗完拿冠军完事儿，对吧？中国那乒乓球拿冠军能出15个人，可能那看谁是脸就跟谁打，就让谁去就完了，是这样的。咱们这一共也超不出来11个人，都只能凑的，凑几个规划。很难，这我们这足球，因为本身足球复杂，它不是说中国人玩不了足球，不是说中国人玩不出来这个足球，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足球呢，超出了我们现实的能力。你看，我们射击、游泳、跳水、举重、跆拳道或者什么，这些东西都能玩的不错啊，飞盘。那为什么只有足球玩不起来呢？当然，篮球也一般。对吧？那，反正这种集体项目玩不起来，那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一些文化的东西跟这个是相悖的，你明白吗？就是不同运动对这个运动是有不同的需求，就要求的，你的人、你的个体、你的集体、你的小组配合、你的团队精神、你的理解、你的大局观、你的对这个东西的认识和理解，很多东西它是有的难，有的易。虽然说拿冠军都得付出努力、汗水、辛苦，也必须具有天赋，但是你一定要相信，足球比举重要难，比跳水要难，比乒乓球要难，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尤其对我们来讲，说你这个东西不相信，你是不认为，那你刘国梁，你来弄足协吗？你能弄得明白吗？他弄不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他师傅就没弄明白。老蔡呢？对吗？我觉得呢，就是中国足球啊，当务之急就有这么几点啊。我再说完再睡觉了啊。第一，就是你那个资源，甭管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你必须得集中起来做精英化，短时间内必须的。你不能再眼瞧着13岁、14、15这个年龄段都没有国家集训队，不能这么干了。你不能再眼瞧着12、13、14、15的孩子一年连10场高水平比赛都打不了，不能这么着下去了。这么下去，你补级抓出来也是一把屎，因为你精英都成屎了。所以一定要把钱花在这儿上，你先把这个东西解决喽。你先把现在能有一定天赋正在踢的孩子，让他至少跟上点呗。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就来得有一种文化的革新。中国足球至少青训单靠职业的人绝对搞不了，你相信我。你甭管你是世界杯国脚，你还是你是旅欧的国脚，如果你只靠这波人绝对不行。因为穆里尼奥也说了，如果你只懂足球，如果一个教练只懂足球，那他相当于不懂足球。因为青训跟职业还不一样，青训是教育，是得有文化，你得让这些孩子得开发他，得引领他。这个东西不是说你给他做几个示范。我再说一遍 ，B 站上全是示范，你想要谁的示范都能有谁的示范。看你示范和看录像示范有什么区别吗？你上网课不也能听懂吗？非得老师在面前教你吗？不一定。所以归根结底是这儿。中国足球没上去，很大原因是这儿不行，这儿不是脚，是这儿和这儿 ，soul and brain， 心灵、灵魂、心灵和头脑，这儿是信仰、挚爱，这儿是聪明、理解。你这儿不行，这儿一团屎，这儿一大石头，你说你就。
长袖善舞，你最后不也是群魔乱舞吗？但是我们的传统的足球培养出来的人，职业球员，然后退役了，他能有这儿吗？有可能有，他有这儿吗？不知道。你这儿没有，这儿也没有，你去教孩子，最后不也是这儿没有，这儿也没有吗？所以你说你能看见我们有1.8、1.9米的，也有跑100米能跑11秒的、11.2秒的，但这些你发现凑一块儿他踢不了球，他踢不了球啊。一个呢就是他没有理解，没有文化，没有真正上升一个高度；另外一个呢又没有高水平的比赛。就内卷了，每年都为了争一个青超冠军，每年都有冠军，每年还赢不了球，出去也赢不了，没有用。都是阎王爷啊，糊弄小鬼儿，小鬼儿糊弄阎王爷，反正都是这样，就也不知道谁糊弄谁呢。反正最后你琢磨琢磨吧，都是相互糊弄，都是相互糊弄。你说弄个什么什么足球普及，什么什么人口，什么班级队，校校有校队，建的连建5万所足球学校，多少这场地，这不都是糊弄吗？大哥，谁心里不清楚这东西有用吗？有用吗？你觉得那有用吗？有用吗？然后你说那个足校完了有比赛也不打，完了就天天在那练，完了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这。因为有成绩指标嘛，你要万一你出去打输了呢，打输了回来老板要骂你，完你就没了嘛，就糊弄呗，能比也不比，都高挂免战牌，所以最后耽误的是孩子，然后你再加上有一些这个地方的这个相关机构，就有这笔预算，备战全运会，天天就想着把这钱怎么花出去，哎呀，操，真的，我有时候看着我真的心痛啊。就大家都在糊弄啊，也他妈不知道最后糊弄谁了。完了，再加上一些无良的媒体、自媒体和这些球盲，傻了吧唧的一个个的。所以中国足球啊，它就是一个大家没事都过来玩玩，哎，但是没有人真正热爱它。就中国足球现在是一种娼妓的姿态，真的。有劲儿没有劲儿的，可能是。上了没劲的在旁边扔石头，明白吗？完了还有的给他没准给他拿着他去卖钱去，就这样，没有什么真正的爱。不是要连别克吗？我不知道别克在哪儿的，我也不能天天找他呀。我没人告诉我别克在哪儿，都12点了。班尼因为喝多了，班尼像这事儿他应该安排好，说你别克你什么时候给我，他得给我发个信息，对吧？他这没有了，喝了，喝多了已经，还在抽签啊？那就明天晚上再说吧，行吗？明天晚上星期五。还没抽完呢，对吧？所以中国足球短时间内，我的很多的判断，你们都相信，一会被印证。我的很多的判断，你们相信我，一都会被印证。因为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去分析，我最后得出的这个结论。短时间内，中国足球只有靠同仁。只有靠同仁，就跟过去可能就是society 就是 old society，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比方说他只能是就报纸，他只能是同仁办报，就哥几个一块凑一块儿办一张报纸，他没法跟别人一块办，明白吗？因为跟别人他就受到那某种。这个限制，别克马上来了，连了，在哪儿呢？别克，苗林，没有啊，别克，别克关注这个了吗？别克名字叫什么呀？是像男孩一样吗？
董哥对我们的青训有什么见解？兄弟，你要没什么问题可以不问。你说你问我对青训有什么见解，我这一晚上说的是什么呀？你可以不问好吗？你可以不问，不问问题，没事儿，好吗？变麻了，这听麻了已经。哪儿呢？这怎么还有付费直播呀、啊？连线呢？连线还得交钱呢？那谁跟我连线呢？烤鸭还有吗？没有，朋友，酱鸡，你说你这俩字儿没有一个字儿说对，酱鸡不是烤鸭，我什么时候卖过烤鸭呀？酱鸡，别克93，我知道，我看不见他在哪儿呢？没有啊，没有，你连我呀，别克，这怎么连个线都怎么这么费劲呢？什么他妈马上了？我先喝着喝，我去，那我去那什么去，我休息会儿。